如果提到近些年来的影视剧，特别是古装剧，常会设定绝世美女、武林第一美男之类的角色，但若扮演绝世美女、武林第一美男的演员本身资质有限，如此强捧则会让人感觉非常出戏，而且越看越尴尬。其实影视剧的离奇选角远不止尬演绝世美人这一种，还有明明演员们长得一个比一个惊为天人，偏偏演的是平平无奇、貌若无言的角色，让观众看得莫名其妙，甚至对自己审美产生怀疑。这里是八爪鱼，天天盘明星，仍旧不开心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影视剧里的秘诀审美到底有多绝。天天盘明星，仍旧不开心。一、相貌丑陋蒋勤勤。第二梦，当年琼瑶阿姨曾赞蒋勤勤轻柔似水，灵气逼人，还为她取艺名水灵，而蒋勤勤的美貌与气质完全当得起此名。可就在这样一个惊艳了无数人时光的美女，却在电视剧《风云》中饰演一个因面部有红斑而自觉丑陋不敢见人的女子。第二梦，在剧情设定中，第二梦是第二刀皇的独生女，因为体内有一刚一柔两股相互排斥的内功，导致脸上生出一块红斑。她曾在聂风昏迷失明的时候救下她，后来二人飞鸽传书，暗生情愫。但第二梦一直担心聂风嫌弃她的容貌，甚至害怕吓到她，所以迟迟不敢相认。是因为我的相貌丑陋，我怕会吓到你。事实上，剧中蒋勤勤的美貌完全不受脸上那块红斑的影响，相反，在红斑的映衬下，更显得她肌肤似雪，别有韵味。所以当时很多人看这段剧情的时候，既为两人不能相认着急，又想钻进电视拍醒第二梦。长成这样还自卑啥？你真是对自己的容貌一无所知。除了《风云》中强行普通外，蒋勤勤还顶着如此容颜，在电视剧《海上牧一记》中饰演年华逝去、无爱无宠的怨妇皇后南哭明仪。南哭皇后有一句名台词：“自己犹如粪土，一文不值。我不过是一个没人喜欢、容颜老去的女人。”这样的话本是充满怨怼苍凉之感，但从蒋勤勤口中说出来，怎么听怎么别扭。尽管蒋勤勤已经42岁，但她整个人的状态依旧在，而且扮相端庄大气、雍容华贵，与粪土一文不值等字眼实在扯不上联系。二、面目可憎罗云熙。润玉仙，与蒋勤勤一样把自己变得一无是处的还有香蜜中的罗云熙。电视剧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中，罗云熙饰演的男二号润玉是天界大殿下真身应龙，因为小时候随母亲李鱼精居住在太湖，相貌异于众人而深觉自卑。他曾称自己：“我自小丑陋，面目可憎。”我自小丑陋，面目可憎。说的时候眼带泪光，神情悲切。如果不是导演给他的脸来了特写，我真是差点儿都信了。这样温润如玉的神仙之姿，跟丑陋面目可憎根本搭不上半点关系。而观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。香蜜沉沉烬如霜之后，罗云熙一夜爆火，跻身当红小生之列。三、平平无奇古天乐丁鹏。而接下来要说的古天乐，则是在别人的台词中平平无奇。电视剧《圆月弯刀》中，古天乐饰演的魔教武学传人丁鹏，武功天赋极强，但容貌却很平庸。为了突出这一点，导演还安排一位群演在背后议论丁鹏：“哦，他就是丁鹏，三招打败空洞派掌门。”令人一番睥睨。可是看他的样子平平无奇，没什么特别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为了印证大家的说法，导演还赶紧给古天乐来了个大特写。这高挺鼻梁，这剑眉星目，导演你是认真的吗？任谁也不能把平平无奇这四个字与他挂上钩。要知道，这可是年轻时还没做过美黑、胶原蛋白十足的白骨。距离他出演《一剑误终身》的杨过，不过才过去2年。我只想对导演说，这样平平无奇的男人，再给我来一打。四、獐头鼠目严屹宽恶子川。同样在别人描述中非常不堪的还有古装美男严屹宽。电视剧《聊斋二之胭脂》中，严屹宽饰演的恶子川，他与胭脂姐妹初相遇时被误会是小偷，但胭脂心地善良，见恶子川没有去处，恳求姐姐让他留在酒楼等参加了科举考试再离开。姐妹情深，姐姐答应了妹妹的请求，但是私下跟妹妹说：“我看这个恶子川獐头鼠目，目光不定。”
再看他嫌弃的模样，仿佛真看到了一个形容猥琐不堪入目的人。可偏偏严屹宽长得那叫一个面若冠玉，风姿奇秀。要知道，尽管这么多年严屹宽始终未达到大红大紫的状态，但作为天涯四美之一，他的美男之名人尽皆知，说他长头鼠目，我第一个不服。五，面容丑陋祝绪丹，选你。祝绪丹在于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饰演反派玄女，她从小生活在白浅的光环之下，最后一步步黑化。她出身卑微，只是一个庶出的女儿。虽然姐姐嫁给了白浅的哥哥，可这并不能改变她的地位。玄女跟着白浅，很多人都说她和白浅有几分相似，可在玄女心中，自己面容丑陋，所以才不得大家喜欢。玄女曾对白浅说：“浅浅，我好羡慕你啊，生了这一副好容貌，我父母却把我生得如此丑陋。”相信不少人看到玄女说自己相貌丑陋的时候都一脸疑惑，玄女这算得上面容丑陋？她恐怕是对自己的颜值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。不过白浅的设定是四海八荒第一美人，或许是因为跟在这样的美人身边，有了对比就有了差距，即便她容貌不丑也会感到自卑吧。六，毫不起眼毛晓彤，李长如。提到毛晓彤，真是不得不再说说她演的殷贵人，那真是我见犹怜，百看不厌，也难怪剧中的三阿哥一见倾心，甚至罔顾人伦，差点酿成大祸。可就是这样一个美人儿，在电视剧《锦绣未央》中饰演的李长如，竟然是个心比天高却姿容普通，从小到大被角色堂姐李长乐压制的角色。先看看饰演她堂姐李长乐的演员李心爱，那曾经也是被周董挑中的大美女一枚，可是在这部剧中，李心爱的脸看起来却很不自然，总有种网红的感觉。反观毛晓彤，秀气精致的面庞，大眼睛灵气十足，脸颊微嘟，一副胶原蛋白十足的青春靓丽模样。这样的毛晓彤站在李心爱身边，不说艳压，但绝对是不输的吧。同样的，还有现代偶像剧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，毛晓彤饰演女主角贝微微的室友二喜。二喜是一个性格爽朗、热情善良的女孩，她有些男孩气，却是个乐天派，但在设定中二喜却不是一个靓丽的女孩，甚至有一幕她还被几位美女奚落，嘲笑她长得丑。钱霞女长那么丑，就算现在的老婆再漂亮，说起来也算是一个污点啊。尽管为了剧情需要，导演给她安排了一个又毛又黄的短发，可依旧挡不住她的清纯可爱啊。七，京城第一丑人韩雪，胭脂。一个演过貂蝉的人说自己是第一丑女就很离谱，但韩雪偏偏还真就说过这么一句台词：京城第一美人的妹妹是京城第一丑人。话说当年在看到这里时，我真的是满头的问号，姐姐到底哪里丑了？八，年华尽逝，焦恩俊，李寻欢。焦恩俊饰演的小李飞刀李寻欢，在绝大多数80后90后眼里，那是男神一般的存在，然而他在剧中却认为自己不怎么起眼。看着我，看着我这个年华已经渐渐逝去的中年人。叔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最关键的是，前一秒还在十分诚恳地说自己有多差多差，下一秒就这样左拥右抱，简直不要太过分。有这么多角色美女喜欢你，你是毫不起眼的中年人吗？这应该是人生大赢家好吗？还给不给单身狗们留活路？九，面容平凡，文咏珊，徐渭雄。同样角色设定，面容平凡却在剧中艳压百花的，还有《雪中悍刀行》里的文咏珊。她在剧中演的是徐凤年的二姐徐渭雄 ，A.K.A 全家颜值底线。然而原著中平平无奇，甚至能被所有丫鬟艳压的她长这样，这届在剧里明明又飒又帅，美出新高度，简直是原著平平无奇，剧里颜值第一。选角导演的审美多少有点啥毛病吧。十，过目即忘，任嘉伦，周生辰。国超绝对算得上古偶男主中的翘楚，他在《周生如故》里饰演的小南陈王，一身美人骨却长相平平，过目即忘，很显然这是个伪命题。任嘉伦的古装扮相英姿勃发，既有征战沙场的杀伐果断，又有白衣倾向的斯文儒雅。如果这就是一见即忘，那么古偶丑男们岂不是丑得连姓名都不配拥有？只能说国产剧里的绝世美男们颜值往往很普通，丑人们又太漂亮了吧。虽然一
硬演角色和强行说丑都不对哈。但一定要选的话，为了眼睛着想，我还是选择平平无奇古天乐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。对于角色设定平平无奇，演员却个个长相惊艳，你记忆中还有谁呢？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区讨论哦。我们下期影片再见了。